婚姻地检署查查贿选金融审计，除了设立了反贿选宣传车以外，还佫特别设计了学习单，只要民众填写正确答案，就有机会来参加抽奖。奖品有平板电脑、自行车以及电风扇是常用品，并且由检察长张文静来担任抽奖人。我们云林地检署啊，为了今年1月14号的这个二合一选举，这个查查工作，我们特别在去年一年之间，还有一直到今年年初。就举办了一系列的这个反贿选的活动，利用这些活动的这个机会啊，我们就鼓励民众来填写这个学习单啊，只要这个作答完全正确的话，都有机会参加今天的这个抽奖。这样学习单是由云林地检署自行设计，因在下乡选岛同时，也鼓励民众填写学习单参加抽奖，因为有奖品的鼓励，是大大提升民众参与意愿。据我们同仁的统计，这个光是社区的这个民众大概有5-6万件以上的这个回收学习单。每到选举贿选问题，唔那困扰候选人，同时也大大增加地检署压力。因此，云林地检署希望透过类似的宣导方式，让民众知影什么是涉嫌贿选，以及如何监管贿选。检察长张文静认为，这次效果未歹。这一次这个活动经过我们同仁这个费心的设计，还有我们乡亲的这个踊跃参与，我们觉得说，应该受到非常良好的效果，让我们这个云林地区的这个选风啊，有明显的改善。十一，这是投降喽。记者李炳干，长报道。